素英，素英姐姐，你们好。小哥，你这个人比李汉旭还要更过分。素英姐姐，她在外面快要冻死了。如果素英姐姐的死活跟你没有关系，那我也不要管你了。你看过妹妹的报道了吗？对，怎么会有人雇佣攻读生，特地在网络上面造谣呢？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丑小鸭大晋级，东森戏剧台。